萃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和泰安交流武馆联合冠名的行艺教程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呢，凶猛的劈拳。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教学内容或者与我联系，欢迎下载功夫者手机 APP 或者到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当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，忽然遇到人有袭击我们的胫骨，把我们推到一个固定的点，只要我们恢复到一个稳定的状态，把他的手按下去，袭击对方的胫骨，起钻横劈，扫击对方的胫骨的动脉，打击他的心口，就可以把对方制服。再来一遍啊，当他们袭击我的胫骨的时候，撑住下按，打击打击，当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袭击我，迅速的回头，对，当再次出现进攻意识或者我们能近身的机会的时候，起钻打击对方的腹部，横肘对方是打击打啊击打，当对方往前踹我一脚，我可能会失平衡，对方打我的时候打拳，再打拳，撤退，叫出他的主攻手，一个劈拳进击，劈拳进击，迅速的击打喉咙，能打出去。这是咱们应对突然袭击的一个方法。当我在街头走，有人袭击我，迅速的转身护好反击，对方肯定会抓住我的手或者阻挡我的手，不让我进攻。这个时候身体劈拳的回拉，迅速的回拉，把对方带过来，打击肋骨，打击重要的部位，打击他的重心啊。再做一遍，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对方打拳攻击我，一定要注意，把他回拉的时候一定要近身，这样力量就会很大，然后看清对方哪个地方不稳定，给他一个相当重的力量，击打对方就会被摔倒。街头走路的时候，对方抓住我的头，第一反应迅速的后头，这就不害怕对方任何的击打。如果对方继续击打我，我们近身，利用上步行一拳的起钻、提膝、下肘，把对方打倒，进攻。再来一遍啊！我们一个原则就是：第一，当应付突然袭击的时候，迅速的后头，不管对方是怎么进攻我，这样就可以减少被击打的可能性。然后呢，脱身上步也好，击裆也好，击裤也好，对方摔倒就可以完成继续的击打。当我在往前走的时候，对方忽然抓住我的身体，我们第一反应不是要去擒拿，而是继续的用虎抱头或者是其他的动作先护住你的头，防止对方下一步的击打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们回身的一个动作，劈拳回身的一个动作，起钻，再继续做。第一，首先俯抱头，我们要护住自己的头，防止对方进一步的击打，打击对方的头部、腋下手，利用他身体的一个倾斜的角度打一个劈拳或者一个钻拳，都可以把对方轻易的打倒。我们要求的呢是打重心，当对方摁住我之后，我们要求是打重心，打他最不舒服的地方，最站住的地方，所以这一下打中就会非常的疼，就像人被挂到单杠上被打了一拳一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。刚刚呢，我们分解演示了那么劈拳中暗含的一些击击的动作。那么由于视频的时间长度限制，还有这个水平有限，那么可能一些地方未能够讲解得很深刻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欢迎大家支持付费的会员装教程和三体式教程。那么从最根本的从最基础的训练一步步的学习到形意拳的内容。那么形意拳无论是养生还是击击，都对身体非常的好的。那么欢迎下载 APP 联系庞老师，加入我们的形意拳研讨群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